趣谈广州话，一齐吹翻下。欢迎收睇今期嘅趣谈广州话。嗱，阿明佢咧今日一翻到嚟就同我呻啦吓，话寻晚成九点几先有饭食。咁我就问啦，阴公咯，点解搞成咁啊？佢话啦，唉，佢女朋友难服侍啊。啊，中餐咧又话食到厌吓，日本菜又话生意多啊，呢个西餐又话嫌肥，呢样唔食嗰样唔食，认真厌尖。嗱，厌尖喺粤语里头就解作爱挑剔，佢嘅本字就系呢一个，读作厌尖。嗱，喺杂韵里头咧，厌尖就系解作多意气貌啊，即系意见多多、抱怨多多咁解。而喺韵略里头咧，就解作卑也、利口也。所谓卑者，即系咧将罪行妄加俾人，将罪名妄加俾人咁解。所以厌尖就有有痰冇盏、鸡蛋里头挑骨头嘅意思啦。嗱，有阵时候我哋为咗加强语气啊，着重意思，咁仲会讲成系厌尖声闷或者系厌尖兼夹声闷，即系话人诸多挑剔唔单止，声气多多唔单止，仲要咧你听住佢呻，听都听到闷。吓，可以咁样造句啊，又唔系乜嘢值钱嘅嘢，仲要千拣万拣啊，男人老狗仲厌尖过啲女人。厌尖嘅人通常都难以服侍，更加唔受人欢迎啊。之但系厌尖又好鬼重要噶，我哋试下换转头嚟谂下，如果对乜嘢都系差唔多啦，啊过得去啦就算数啦，咁人类社会逐边有得进步呢？正就系因为历朝历代有好多厌尖之人，佢对于现实有住超于常人般嘅挑剔，所以先有咁多嘅新产品、新工具、新理念嘅出现，去到造福今日我哋呢一啲唔太厌尖嘅普通人。趣谈广州话，一齐吹翻下，下期再一齐吹翻下。